意思总裁，你放慢一点，你说的太快了，我记不住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不但跟别人做生意，能跟自己人做生意？必须的。还能跟敌人做生意啊？你不想把敌人口袋里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啊？当然想了呀。可是，那你给我举个例子，这个生意怎么做？ 老舅，咱赵阳地区都有点啥呀？有煤矿，还有鬼子的军火库，啊，苞米、高粱、棉花，啊，当然，最大的就是鬼子的军火库了。那个军火库再装备一个108连队，都绰绰有余。这样我问你，军火库靠啥运出来？火车。 火车跑？煤嘛，啥意思啊？煤掌握在谁手里啊？这，你比我清楚，我这是。老舅，咱如果控制了煤，是不是就控制了军火库？你不光掌握了军火库，你连人都掌握了，这生意。 哎呀！哎呀，我说你真是个化学脑子，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哼！焦部长，焦部长，哎，李司同志，哦，我等会儿就回来啊。 咋样？达到你的要求了吗？你小子行啊，这么快就倒腾起了。行，停下。哎，呀，你看，就这鞋不配套。这不能换了。来的正好。啊？李斯在那边呢。谁？ 干嘛？哎，听话吧，听话。哎，啊啊。 李新书同志，你笑完了吗？我笑完了。坐吧。
我这两天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思考，就想你那天骂我那几句话。那几点，我概要了一下思想。大体如下：第一点，那天愤怒地说我，说我不扛事儿，钻犄角尖死胡同不会拐弯。我想通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拐弯能拐我就拐。 不能拐，我也得拐呀，是吧？第二点，你说我没骨气，说我忘了师傅临死前给我的嘱托，说让我重整镇山好，说的对，说的太好了。我从今天开始继续重整，继续整孩子，整，啊。 第三点，你说我不是个男的，这你可说的就不对了。我怎么可能不是个男的呢？我回到家以后，自己仔细的看了看，又征求了一下连队同志们的意见，特别是指导员、旗帜舞同志的意见，他们一致认为我就是个男的。那我咋没看出来呢？你想看什么？我想看个顶天立地、健能扛、手能拿、有知识、有文化、爱洗澡。 教科长，这些个人都是来学习的吗？这样的学习环境，对我这样一个落后的人，是不是有些残酷了？再说，李老师呢？
他走的时候交代我说，让我准备一下。这都6个时辰过去了，这准备的时间也太长。他去哪儿了呢？焦部长，自从他进了院子跟你窃窃私语之后，他就失踪了。他人去了哪儿呢？张三同志，要不今天就先学到这儿。 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也不是。啊，是你也不是。李老师，下来吧。噼里扑噜，啪！这可咋整？那怎么才能正好啊？太折磨人了。张三同志。 哎，你是想跟李大夫寸步不离，心贴心的保护他是不是？是啊。你现在只做一件事，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的，虚心和李老师学习文化，不许打瞌睡，不许半途而废，不许头疼，记住了吗？记住。好，那就成了。哎，记者。 你们怎么做的？是他。
同志们，再来一次。没瞎写，没瞎写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啊。什么意思？我爱他呀。啊？你爱他？啊。你就像这上面写的这样爱。啊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是你教给我的。爱护吗？张三呐，你说的爱护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长这么大了。没见过我爹，也不知道我娘长什么样。不知道什么样？没有兄弟姐妹，我师父和兄弟们全死了，让日本人给炸死了。现在杨乔也死了，我心里最惦记这俩女的，最惦记的。一个杨巧，一个李四，别的不惦记了。可是我就离开巧那么几天，我没有在他身边，巧就那么就被炸死了。现在事儿，我得保护好他呀。一根汗毛不能丢，一点毛病不能出。他要是再出点啥事儿，我也不活了。反正要死，我也得死到他的前头。他现在和郭文志闹得太僵了，闹得鸡飞狗跳的，你说谁还会要他呀？不要不要吧，我守着呗，守一辈子。你说，哎，张三，嗯，可是人家被你给吓走了，人家不想见你。今儿命苦，我得守着他。
还没缓过来啊！我不是真不给他要，可他一点都不懂我呀！老爷，您这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毛病。 什么时候能改改？难呐！红啊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就…… 我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。少爷，进来吧。少爷，二夫人，什么事儿？鬼子从北翼出兵了，有消息说呀，是攻打咱们来了。千真万确。少爷，您看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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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们当初就不应该跟他开战，这明显是来报复的嘛。就是。 怎么办呢？这可没这么简单。想报复咱们，干嘛在北翼集结？难道北翼七七镇之间是一马平川？是啊。 不成是先打八路，后打咱们？他们跟八路交火了吗？没有啊，反而特别主动的让出了张庄啊。那鬼子会怕八路？不至于吧？那只有一种可能，鬼子想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什么利益？ 北翼通哪儿？通哪儿？冀州吗？冀州有六万八路，直接威胁北平。看来鬼子是冲着八路去的。团长，鬼子从北翼出发了，先头部队快接近我们了。从北翼出发了？ 什么情况？老焦，向上级问问情况。哎，那俩怎么样了？咱俩装糊涂啊？不说话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人怎么当的？团长，你又说我。他不说话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去，把他们俩给我叫来。 怎么你也不说话了？什么情况？团长，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。同志们，鬼子要对咱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，驻中央城108连队也接到战斗命令，参与这次扫荡。上级命令我们，想尽一切办法拖住108连队，不让他参加这次作战行动。我们的具体任务就是。 配合城里的同志举行起义，想尽一切办法把108连队摁在朝阳地区。但是现在有个新情况，敌人给朝阳城的伪军派来一个新的城防司令，这人叫秦道，此人是个大汉奸，他对我们城里同志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我们当下的任务。 干掉这个秦道，这次任务很艰巨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加工。就是说，这次任务由我跟张仙同志完成，是吧？部长、团长，我有请求。你讲。第一个请求，啊，这不是请求，第一个算是问题。你说。第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就是？ 把这个秦道一个人干死就行了。对。
第二个就是，第二个是请求，我请求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啊？凭啥不让我去啊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不是说张三一个人就够了。你首长啊？干啥？啊？过家家吗？不像话！你说这，看着了没？部长这态度啊！老七，老七。 老七，老七，老七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我事跟你交代。这次任务，你们两个不是孤立的，城里的有同志接应你们。谁啊？你认识的，你好。 我知道你心疼你妹子，可是这次任务非完成不行。你们呀，要潜伏在朝阳城里边，寻找机会。这个期间也有可能和日本人发生正面的交锋。你妹子是个日本通，也只有她能帮得上你。 我就这么一个妹子了，不行，说啥都不行。你放心，彼此的安全也有保障，你们不是孤军奋战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说啥都不好使，部长。我就这么一个亲人，别说了，让指导员把我毙了吧，张三。 干掉美军司令，咱们的同志就可以顺利行，把鬼子控制在这里。老九，好好打，你这一下关系到几万人的性命。打好了，回来我请你喝疙瘩汤。 疙瘩汤，我许了多少愿呢？我到现在连个疙瘩星都没看着。这次一定让他喝上。真的假的？行。 不太把握我这肩膀了。你再来个试试。
这儿不是肩膀不保，来帮我整整看。哎呀！来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来，去去去，快点，这我家过年什么状态啊？证件呢？ 啊，长官，你这是桃木呢，还是梨木呢？我问你，这是桃木呢，还是梨木呢？ 不是桃木，也不是梨木，是柴火。那帮我抬家去吧。哎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姓马，你们就叫我马五好了。马五，哎，马五，哎，马五，在这休庭待着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你这啥事儿啊？你问多了，危险，我去去就回。 这云呢？看这云多好看呢！啊，该死的人门鬼子！看云彩是假，不放心啊！这个贼酒啊，什么时候能让我省心呢？ 是挺好看的。
南京来的钱司令，久仰您的大名，苏州一事，在下早就如雷贯耳。今日相见，实属万幸啊！万幸，我这次来是为了揭穿某些人的面具，而那些人，说不定就是你的朋友、兄弟。 上级或者是下级，他们死在你面前，你有什么可万幸？赵阳城现在是很危险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就从你的袖口里拿出把枪，顶在我的头上。是吧？秦司令，去，把话说了。 我的钢铁之心和你相约在2015年1月10号 PPTT 不见不散。